今日请坐。各位，第23届的这个民政府的校园啊，大家高赞，我哟，我在嘛是，哇，今仔真欢喜吼，啊，有看到日头呢吼，啊，今仔较烧热啦，吼，前几工安尼寒到安尼吼，啊，各位，昨昏毋知困了有好势无？吼，昨昏较冷吼。所以，我那无简单嘞，各位安尼吼，较辛苦啦吼。即马寒人安尼吼，但是棉被应该是会烧啦吼。啊，看到日头安尼，计真好吼，人精神也较好吼。啊，咱知影即马是2012年啊吼，啊，旧年2011，啊，民政府吼。创造一挂记录哦，吼、哦！各位现在已经知影吼，去、哦、年咱12月20日有105个吼、哦、前进日本东京吼、哦，真无简单吼、哦。啊，这105个去日本创啥呢？第一吼，因、哦、就去敬拜这个靖国神社。是安怎去敬拜靖国神社呢？吼、哦，靖国神社吼，内底呢有佛寺39100个，一个台湾日本人嘛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时代是日本人吼、哦，啊，太平洋战争战死，啊，所以甲佛寺伫靖国神社内底。要将近40000的人呢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是拢日本人，但是出世伫台湾的这个日本人，啊，这个2011年啊，旧年啊，民政府第一摆，嘛是有史以来吼、哦，太平洋战争66年后，靠台湾人100几个、150个组团第一摆。去靖国神社敬拜这个台湾人的先拜，啊，这是创造历史吼，会使讲台湾现代历史内底的一个记录吼，嘛是民政府的一个记录啦吼。啊，这个第二天呢，就拜访这个日本的这个国会，吼，啊，去国会迄个所在，啊，咱拜访国会有啥物意思呢？主要是要予美国即政治人物了解，吼、哦，台湾人目前的即个地位是啥物，吼、哦？咱目前的地位是讲台湾的主权呢，伫日本天皇的手中，吼、哦。啊，台湾的即个管辖权呢，根据《旧金山合约》。是美国，啊，所以既然日本天皇有台湾的主权呢，所以拜托这个日本的这个议员啊，来关心，来这个啊关心台湾人民吼、哦，将台湾地位给正常化，哦，这是去拜访这个国会的这个重大意义吼、哦，啊，第三天呢？拄拄是日本天皇78岁的这个生日，啊，生日呢嘛是第一摆，台湾人吼举、哦、这个民政府的旗啊，普通是伫日本天皇咧祝贺的时阵吼，伫伊迄个阳台的广场内底吼，敢若日本旗啊会散尔，剩的旗啊拢袂散。但即摆呢，出现台湾民政府的旗啊，啊，甲日本旗吼、哦，当时呢，伫日本天皇的面头前，都安尼赢飞安尼吼，啊，所以即表示讲，台湾民政府第一摆，即老第一摆来到日本天皇
的这个面头前，要求讲台湾的这个主权呢，在你日本天皇的手上，哦，啊，所以也拜托你来关心疼惜台湾个台湾人，和台湾这个地位，到这六当来吼，看会当得到解决了未吼？啊，所以去年就是创造这记录吼，真无简单吼。这个民政府实际上成立运作，较无六个月尔呢吼，都有这记录吼，真无简单吼。啊，搁去年最后一天，吼，十二月三十一吼，礼拜日吼，有一个忘年会，一个忘年会吼，啊，伫遐发这个身份证，是这个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。这张身份证毋是讲凊彩发发呢，这张身份证伫美国制造的，吼。啊，身份证内底有一个晶片，各位毋知捌看到吼？这张身份证，这张身份证吼，后壁面有一个晶片，啊，所以将来呢，若到美国的时阵吼，这个入关的时阵，伊这晶片会放落伊的电脑吼。啊，就一看就知影，你的资料拢出来，吼、哦，你是伫倒位出世的，吼、哦，啊，你是啥物名，吼、哦，啊，身高，你的啥物色，目睭啥物色拢出来，吼、哦，这身份证。啊，这张身份证呢，就是美国制造了呢，毋是从邮寄来台湾呢，毋是呢。伊是透过美国的 AIT， 美国在台协会交予咱的，吼、哦，这个特殊的管道交来到遮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这张身份证要证明啥呢？有一张的人吼、哦，就证明咱是在地的台湾人。伫台湾内底，即卖有两种籍的人，一种是在地的台湾人。一种伫台湾的中国人，安那讲那台湾的中国人，就是讲1949年国民党和共产党打败了，逃亡来台湾，才将近200万人才是中国人，但中国来的啊，所以是中国人，啊，所以有中国籍，啊，咱在本土的这台湾人。咱无中国籍，咱是日本籍，因为日本诶台湾是属日本诶领土，啊，所以咱是日本籍。但是呢，旧金山合约了呢，伫1952年，日本放弃台湾诶管辖权，啊，所以伫1952年呢。中华民国甲日本咧签一个合约，将本土的台湾人给视作中华民国国籍，哦，啊，这是违反国际法啦，哦，这个占领人袂当安尼做吼，啊，结果伊是安尼做，啊，所以这张是要证明讲咱是在地本土的台湾人，啊，美国对本土的台湾人有义务。吼、哦，按照这个战争法占领者吼，伊、哦、有这个管辖权，依照美国的这个宪法，在座台湾人受到美国宪法之下的这个保障，所以有这张的时阵吼、哦，咱就受到美国的这个保障吼、哦。啊，但是咱唔能提这张，我要忠于美国呢。中美国袂通，啥袂通呢？因为咱要去旅行吼，爱有旅行证件吼。啊，旅行证件就是讲护照嘛，是旅行证件吼。啊，你若无旅行证件，你可能飞机嘛袂坐一啦。哦，你袂当讲摕这个身份证要去坐飞机，可能伊无要让你坐嘞吼。
所以还佫有需要有一个旅游证件吼。即摆就是讲，民政府咧努力个，就是讲将来呢，会当和美国签一个，共同签一个约，吼、哦，这个约看是要条约还是协议拢会算吼、哦，就是讲发一个旅游证件给有身份证的本土的台湾人，吼、哦，咱若有迄个旅游证件呢？咱就有法度啊，毋免签证，直接飞去美国，吼、哦，进出美国安尼。所以这是去年最后一天发的吼、哦，有一千份的这个身份证吼。所以去年呢，创造真济的这个记录啦吼、哦。这是表示这个民政府确实有咧叮当啊。即马咱知影。身份证这物件，大家望会到、看会到吼，所以这个民政府此后的这个运动呢，我想伊的发展呢会加速吼、哦，这个速度会继续紧啦吼。即马咱知影吼、哦，今仔七七啊嘞吼，佫一礼拜，因就。中华民国的讲要选总统啊嘞吼，哦奇怪嘞，都唔是一个国家，然后选什么总统吼？即卖吼有一个观念啦吼、哦，就是讲这国家甲政府是两个无同的观念，吼、哦，比如讲中国的明朝时代吼，伊、哦、有清朝拍倒。明朝是一个政府的名，叫做明朝，但是伊个国家呢叫做中国。所以明朝、清朝拍倒吼，明朝就灭亡啊，变做清朝。清朝是一个政府，伊个国家嘛叫做中国，所以国家无变，政府变，吼、哦。即马清朝孙中山拍倒呢？清朝嘛，这个政府消灭啦，变作中华民国。中华民国是一个政府的名，伊个国家，嘛是中国啊，吼。但是呢，中华民国搁伫1949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倒吼，中华民国都无去啊咧，变作中华人民共和国。是一个政府，伊个国家叫做中国。安尼应该是对嘞吼。但是到即马，有两个中国嘞吼。即马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伊是受国际各个国家的这个承认，伊是代表中国。中华民国呢，逃亡来台湾了，伊嘛讲，我嘛是中国啊，吼。我名叫做中华民国嘞，吼，但是世界无个承认。是安那呢？因为中华民国无完全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消灭，因为伊还阁有一个，金门马祖是中国的领土，无完全消灭，吼、哦，所以中华民国会继续讲。话讲伊是中国嘞，吼、哦，但是呢，伊主要中华民用用煞无电吼，即个唔是国民党诶啦吼，所以无关诶吼。咱咧讲国民党歹话，煞咧停电咧吼。即个中华民国伊个首都，伊讲伊是台北市个首都啦吼。但是台湾毋是中华民国个领土，台湾有原是日本。这个领土的管辖权在美国，
所以中华民国含台湾系含即个台湾，照讲是康佳奈吼无关的，但是伊占领台湾占掉咧吼，所以直直讲伊就是中华民国，就是中国。即马就是讲一个真危险的，就是讲，即马大部分的台湾人讲，对啊。中华民国就是台湾，台湾就是中华民国啊！大家拢安尼想咧吼，李登辉嘛安尼讲咧，吼，即马蔡英文伊嘛是安尼讲咧吼，但是安尼讲有一个危险，安那讲咧？因为国家这个物件会当继承，吼，那就讲财产会当继承吼，老爸继承予囝吼。所以一个国家相共，你若讲中华民国拥有台湾吼，安尼阿强也会使讲啊，台湾是伊的，因为中华民国是伊的啊。因为一个国家敢若会使有一个中央政府，吼、目前的中国呢，有两个政府，一个是伫北京，一个是台北。伊嘛是讲，伊是中央政府吼，但是台北这个中央政府是假吼、因为北京这个是国际拢承认嘛，台北这个国际无个承认，所以变作啥？因为一个国家无可能有两个中央政府，所以台北这个中华民国呢，变作唔仅是一个流氓的政府。伊是一个叛乱的政府，吼、叛乱的吼、所以伫中国战争战啊，飞啊逃亡来台湾，所以伊是叛乱啊，拍赢是阿强啊，所以阿强啊是正式的一个中央政府，中华民国这个政府呢是叛乱的政府吼、照讲一个叛乱的。流氓的政府来到台北呢，伊无可能选什么总统啦吼、根据美国通过的这个台湾关系法，中华民国是叫做无要个叫做中华民国，个叫做台湾统治当局吼、所以伊只不过是一个统治台湾的一个政府机关。吼、伊照讲，无啥物讲要选啥物总统即个物件啦，吼、这是有国德即个咱台湾人，吼、所以这予大家了解国家甲政府的即个关系，伊是两个无相的概念，吼、就国家袂变，但政府一直咧变，一个推翻另外一个，吼、会变。咱也知影较早吼，即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起来的时阵，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开始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。早期呢，咱有真济中华民国伫欧洲的大使馆啊，因为大家拢变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即个大使馆呢，拢有阿强啊接收去。是了，阿强接受的，因为国家会当继承，所以中华民国财产呢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当甲你没收，吼、所以伫欧洲即较早的大使馆只不动产呢，临时无法度处理啊，都阿强啊接受去啊，但是动产呢，内底一个古董啦、画啦、啥物吼。因就青山仔搬啦吼，会当搬就搬，所以变作这情形，国家会当继承，吼、所以咱若讲中华民国，就是台湾的时阵，哇，惨嘛咧，台湾嘛会当继承啊，会变作阿强阿的，吼、所以这有一个真危险的所在，若安尼讲吼，是真危险安尼吼，即马。要来讲一个故事吼，我大家轻松一下啦吼。
我是姓郑吼，郑自在吼。我是伫1970年，我是读建筑的啦吼。即马建筑退休啊，我即马改做油画吼。我是一个画家，办过12摆的个展吼。旧年6月伫孙文纪念馆有办一个个展吼。头前也有一挂迄个DM 吼，办个展的 DM 有介绍我本人吼，大家会使摕来做参考。我伫1970年呢，参与即个气象的即个事件，嘛因为安尼吼，气象了呢，开始逃亡吼吼，离开台湾将近30年，较转来个台湾吼。我转来台湾呢。佫毋是正式转来呢，伊佫无要我转来。当时还佫是黑名单呢吼，我伫1991年转来，黑名单转来吼。结果呢，国民党政府呢，伊讲哎，你袂使入啦，你违反国安法，偷渡入境。我都。转来家己的故乡，无罪啊，哪有罪？你阮家哪袂当转来？伊讲袂使，你违反国安法咯，你偷渡啊，所以你转来袂使。结果叫判一年呢。过去即个黑名单转来吼，拢判5个月、6个月，一颗罚金，你罚一个钱，无代志，你转去。毋是咧，我甲判一年咧。一年罚金袂使呢，爱去关呢。嘿，我是讲，这可能是判假的吼。你转来故乡哪有罪？结果无咧，真正甲塞关呢。伫台湾关365天，吼。当时呢，因的法律是安怎呢？你若判2年以上吼，你关一半就会当加刑啊。你若判一年吼，会歹势，你爱关满一年啦。所以我判一年，你有甲判2年咧。所以即个法官嘛真要求咧吼，甲判一年安尼。毋然判一年吼，我伫台湾去关3个监狱咧吼。所以台湾的狱情我也真清楚吼。开始甲掠底呢，掠台北土城。伊安那掠人呢？我咧走互掠咧吼。迄阵时我伫民进党的市东部楼骹，有一个日本料理店。也含一个朋友伫遐咧食饭。我形容中昼时安尼，4、5个人就冲入来咧吼。摕一个可能是要逮捕令啊，啥物哦？伫伫赢了，伊讲电视台倒一个安尼哦，无人要插伊咧吼。爱着伫里淋淋淋，淋着我诶时阵吼，从我甲杀起来，甲滚起来咧吼。咱知影日本料理店吼，榻榻米无穿鞋啊，鞋啊脱鞋啊，我无穿鞋，着甲杀起来咧吼，着甲杀来，杀入去车顶，着甲载去地检署啊。着是安尼去互掠去吼。结果关伫土城，土城了呢。含我判一年的，含一个台南的关做伙啦。哇，这台南的至少嘛8、9年、10年的人哦。我这伫美国嘛坐过监，我知影啊。一个轻刑犯甲重刑犯会袂使关做伙呢？伊甲关做伙啊，吼，我会抗议啊。讲你狱情是安怎办的安尼？轻犯、重犯啊，关关做伙，我袂使。你甲我关一间房间尔，安尼就好。我一个人要一间房间，伊讲袂使啦。你一个人一间房间，我嘛无啊。第二就是讲，你一个人一间房间，你若自杀嘞，我靠妖啊！我变当个台湾自杀那对，吼，我无可能自杀啦。不管如何，你都我要一个人一间，都该抗议啊！吼，即马找。全台湾找一个讲，有啦，高雄燕巢，吼，还有一个监狱吼，
一个人会当关一间，你要去无？我想想讲，互你关吼，失去自由吼，我台湾四国拢相共啊，反正我都无自由啊，我关台北、关高雄，我毋相共。我好啊，好啊，我昨下刷去高雄燕巢，吼，高雄燕巢一间房间，哇、哦，真大间呢，伊普通是一关十几个人的房间。啊，即马空空地啊，吼！但地板是歹歹啊，差不多烂烂，迄擦的地板吼，你若无小心踏落，落落迄种啦，吼！我安尼嘛好啊，反正一个人较自由吼，啊，就关伫内底。关在内底了无偌久吼，啊，听遐来内底人咧讲，刑期若一年内底吼，会使申请去叫做外押监。什么叫做外衣间呢？就是讲监狱内底无围墙的啦，吼、哦，啊，监狱内底是周休二日的啦，吼、哦，会当拜六礼拜出去的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就讲拜六礼拜啊，会当明会恁厝的人会当来监狱内底啦，讲啊，袂歹哦，吼、哦，周休二日哪会歹，吼、哦，我安尼我嘛来请咧，吼、哦，啊，狱卒讲啊，袂啦，你袂准啦，你这個。案件袂准啦，我不管啦，我请看卖甲讲啊，吼，啊着请，佫较准呢吼，啊所以最后着甲送去台南县山上乡，遐有一个外押监吼，啊结果伫外押监吼放出来呢吼，做台湾关三个监狱，一年关三个监狱吼，啊即嘛破纪录嘞吼。啊，搁伫美国呢，我是试着了吼。迄当时我甲黄文良先生吼，两个是拢交保伫外口啦吼。啊，交保了无爱开庭，啊，证明讲阮有罪啊吼。啊，黄文良先生是开枪的咧吼，所以伊讲我开枪无毋对，我有罪。啊，我就甲讲无啦，我含这无关系啦吼。伊讲无关系，啊，着开庭吼，啊，着陪审团有诶无诶，着要证明我有罪咧吼。但是无法度证明我有罪啊，我掠着身身躯啥物都无啊。啊，但是呢，开枪迄支枪呢，是我互黄文良先生啦。啊，迄支枪呢，是大都人民。我迄当时大都联盟的秘书长吼，啊，我叫下骹人买枪来给我。啊，这个也毋捌字吼，伊去买枪，这支枪阁有登记的啦。啊，所以检察官伫里对讲这支枪啥买吼，就是提枪来给我一个姓陈的吼。啊，所以检察官去找这个姓陈的，讲你知影提枪吼？越过美国的州界，吼，就违反联邦法。啊，你要出来替检察官作证，啊，若无要给你起诉。哇，这个姓陈的哦，惊啊皮皮出来吼，伊讲好。啊，所以结果呢，伫法院内底，这个姓陈的话，一五一十总讲了对啦吼。伊当时提枪来给我，啊，我甲伊讲，这枪是要创啥吼？啊，结果法院甲判有罪吼。啊，法官是讲，安尼好，安尼无时无日吼，恁两个要出庭，啊，要甲恁宣判咧吼。啊，所以迄个日子到的时阵吼，啊，阮两个总算啦吼，都走离开美国啊咧吼。啊，我迄当时是有古林卡，有绿卡，但是我无，毋是美国公民，啊，是国民咯，我无美国身份证咧。啊，中华民国迄本嘛，毋知等咱倒去啊咧吼。啊，搭要安怎呢？我着借朋友的护照吼，啊，直直陪咱瑞士，佮陪咱瑞典去。吼，啊，伫瑞典摕着政治庇护。啊，了呢，我就讲，安尼已经无代志啊咧吼。我着走离开啊，佮瑞典也有政治庇护咧。啊，结果呢？啊！美国知影我人伫瑞典呢，就向瑞典政府提出引渡的这个要求啦，吼！啊，所以瑞典政府呢，
佫将我扣押起来，我掠去关啊，惊我走去咧吼。啊，这个印度条约毋是讲，一个国家要印度一个人吼，啊，人杀咧就走，毋是。印度条约就是讲，这個、人要甲你印度，啊，你来经过所有的司法的程序安尼吼。啊，所以我司法程序呢，等地方法院。直直拍高等法院，高等法院佮拍到最高法院安经过遮手续吼，所以我伫瑞典感觉好关交个月吼，因为咧等遮个即个司法的过程啦吼，啊，结果我输去，是安怎输呢？因为最高法院有三个大法官吼，啊，伊个投票。投票的结果呢，三票对两票，一票讲袂使引导，一票讲两票讲会使引导，安尼输一票。啊，是安那呢？因为引导法吼规定讲，即、這个被引导的人吼，伊的即个所干涉的案件，若是政治案件，也袂使引导吼，啊是讲干涉的。有政治案件嘛，袂使引导嘞吼。我这刺杀一个国家元首，啊，这政治案件啊，无是啥物案件？哦，这毋是为着钱，啊，毋是为着情，吼、哦，这是为着正义啊，对无？这是政治案件，无毋对。啊，但是法官就是安尼判嘞吼，啊，所以输去嘞吼，啊，输去了就引导啊嘞。啊，引导我着当时伫水电内底吼。哦我就绝食抗议，吼、哦，差不多一礼拜外咧，无食无啉吼，啊，结果甲送去飞机顶咧，我就昏去啊咧吼，昏去的这个 captain 吼、哦，驶飞机的我唔敢飞啦吼，飞离开 Stockholm 了咧，佫降落去丹麦，啊、哦，丹麦首都，啊，就甲送去病院，啊，病院了佫送倒出来吼。哦丹麦嘛唔敢收咧，啊！即美国的即个警察吼、哦，要甲杀倒去美国即个人，哇，真紧张啊！哇，啊，当安尼要安怎？赶紧去找一看有啥物航空公司要飞无吼？啊，结果找一间英国的航空公司，讲会使，会使当甲载我安尼吼。啊，结果呢，本来要甲引导倒去美国呢。结果我陪人伦敦去啊，啊，所以无代我是怎走去伦敦的吼？啊，伦敦我醒起了啊吼，啊，伦敦的移民局的人就来啊，讲你知影你即摆人一堆无？哦，我毋知呢，伊讲遮就是伦敦安尼吼，啊，你入来伦敦是违法入境，你无任何证件吼。啊！入来一个国家，所以违法入境安尼，我要甲你扣留安尼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即美国警察又无法度啊嘞，吼、哦！英国就甲美国讲，啊，你若要定即个人，你来阁重新有一个引渡的要求，啊，才通办理。我靠腰啊，即摆引渡啊，阁一摆，哇，这真歹啊嘞，吼、哦！啊，但是英国。甲即个瑞典无共吼，英国的即个法律吼，要安怎讲，较迄个较深入啦吼。啊，所以等地方法院离过，过到最高法院了吼，英国还阁有一个上院，就最高法院的顶悬一个上院吼。啊，上院有五个大法官啦吼，瑞典是三个，伊只有五个吼。啊，投票结果呢？三票对两票，伊阁输一票啊！哦，三个讲会使引导，两个讲袂使引导的吼、哦。啊，结果输伊呢，啊，就将我送倒去美国啊。啊，倒去到美国的时阵哦，美国法院就啊甲判五年的这个徒刑啦。啊，用啥物名义呢？讲我杀人未遂，就讲杀人无成功安尼吼。啊，杀人未遂安尼吼，判五年。啊，但是美国呢，伊是伊的制度是，你若关三分之一，你刑期三分之一吼，就会当加刑吼。
啊，所以我五年，我叫关一年十个月，吼、哦，一年十个月了就会当加息啊嘞，吼、哦。啊，加息因有一个 parole board 啦，加息有一个委员会，吼、哦，吼、哦、啊咧，甲推荐的人吼，吼、哦、批写了有够济啦。有、哦、即、这个人都好人安尼吼，伊、哦、是建筑师，安怎安怎吼、哦哦，我朋友几大堆吼，拢写批去安尼吼，所以驾照一请就准啦吼、哦。啊，驾照我人也无任何证件，要安怎驾照呢？伫美国是法院甲你驾照，啊，驾照了互送呢，互美国的移民局，因为我毋是美国人啊，啊，所以来交互移民局。啊！移民局爱过一个一个听审会，一个 hearing 哈、哦，听审会啊，听审会甲决定讲，哎、欸，这个人会使留在美国，还是要甲遣送出境？啊，我律师是建议讲，哎、欸，你最好是莫留在美国，因为你留在美国，假设吼，你可能逐礼拜去警察局报道咧，吼、哦，伊讲真无自由，吼、哦，啊，你若会当回去瑞典？我等于水电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伫移民局内底，我着要求讲，我要主动离境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我着主动离境，吼、哦，啊，着飞等于水电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我等水电阁重新开始，啊，伫海外一个生活，吼、哦，一直到1991年转来个台湾，吼、哦，这是大概的一个过程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即、这个我早期我是台南吼，啊台南我一直到大学毕业，我毋捌离开台南咧吼、哦。啊，我是成大建筑系，啊伫成大吼、哦，我即个设计课袂歹吼，成绩袂歹。啊，即、这个系主任吼，就甲我讲，诶，啊你若做兵了吼、哦，你会使转来建筑系。来做助教咧，哇！我真欢喜啊咧。1960年代吼、哦，经济真歹吼、哦，我头路真歹找吼。你讲大学毕业，大学毕业要头路不一定找有咧。吼、哦，啊，即马会当做助教，即马一个头路啊，吼、哦。所以我做兵了呢，啊，就转去成大做助教。啊，结果我做头啊两礼拜吼。哦诶，教务处就甲叫伊啊，讲你吼也袂使做助教，我奇怪咧，啊，连咪会使，连咪袂使，啊，直接嘛上班要两礼拜咧，伊讲袂使咧，啊，伊当时咱少年吼，啊，毋敢甲问讲啊，到底是安怎咧吼，啊，毋敢咧吼，啊，尾仔甲发现讲吼，原来呢，因为我无加入国民党，吼、啊，拒绝加入国民党。我会想起，我大学四年的时阵吼，有一个教我水彩的一个教授，伊是中国来的中国人吼，啊教我袂歹啦吼，因为我水彩嘛画了真好吼，啊有当下周末我著骑车吼，载去教我去写生，因为中国来袂用骑车咧吼，我载去写生，啊对我袂歹。啊，所以大学四年呢，伊一摆摕一挂表吼，啊，要来我填嘛呢吼。伊讲这表你填填咩吼？啊，以后你要办出国吼，啊，足方便的啦吼。啊，出国了若转来要找头路啥，嘛足方便的吼，足侪好处啦吼。啊，我迄阵都我真镇定吼，我想讲诶。啊，入党签这表吼，遮侪好处咧吼。啊，无入党的人啊，无好处咧。我会想，安尼毋对咧，吼、哦。啊，有入就有好处，无入无好处，安尼毋对，安尼我无爱，所以我会拒绝。啊，结果拒绝了后呢，变有一个记录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连助教嘛袂使做啦吼、哦。啊，即摆个想起来就是讲，哇，真恐怖咧吼。哦一个大学的一个上小的一个助教吼，啊入党，啊你个想法嘛？要做一个大学的讲师，要做一个大学的副教授、大学的教授，啊是讲要做系主任、做院长、做校长，
请问你敢毋免入党？啊，无伊要互你做吗？啊，无可能啊！啊，所以就是讲，因就是利用安尼吼来控制一个国家的这个教育系统，吼、哦、啊，经过这个教育系统，透过这个系统呢，将台湾人生脑化呢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就讲，经过六十年、六十多年啊，有影呢？台湾人都洗得足清气啊，吼、哦！差不多即马台湾人，唔知伊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，分袂清啊啦。有诶讲我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咧，吼、哦！差不多拢安尼咧，吼、哦！伊分袂清即个物件，所以这确实真厉害啦，吼、哦！啊，了迄个年代呢，大家呢真想讲，若大学毕业。就是爱出国啊，吼、哦！啊，离开台湾。迄阵的台湾整个的气氛、整个的空气，吼、哦，啊，就是真不足，吼、哦！啊，大家拢要走离开台湾安尼。所以，阮迄当时小工，吼、哦，大家就找啥物清美国的大学，吼、哦，啊，要离开台湾。啊，当时我嘛还人请呢，吼、哦。结果有三间大学。接受我的申请吼、哦，啊，其中一间大学呢，予我这个叫做 full scholarship， 就是全部的这个奖学金。什么叫全部奖学金呢？你吼唔免注册费，啊，你也唔免学费，啊，你也唔免宿舍费，吼、哦，你住宿舍唔免宿舍，吼、哦，食饭费嘛唔免啦，吼、哦，拢总唔免，哇、哦，那遮好个咧，吼、哦。真赞啊！咧吼，足欢喜个。结果呢？啊，台北啊是台湾要去美国，行路袂到咧，吼、哦，啊是收水嘛袂到咧，来坐飞机啊，啊无你啊坐船啊，哇！迄当时是美金一块兑40块，哇！啊，这飞机钱是要安怎？迄当时大家嘛惨屁屁咧，含即嘛无同，即嘛要出国个吼。是落地拢地美金的呢吼，去啊买车买厝的，啊，阮迄个年代毋是咧，无美金人地咧吼，啊，阮爸母都烦恼啊咧，嘿，啊，即个囡仔吼，我有五个兄弟咧吼，啊，即个囡仔第一个能出国，哇，真欢喜，啊，但是无机票要安怎？啊，阮老母呢，将伊的金破咧、金手指拔拔咧，讲你这吼。摕去高雄的桥仔头，我一个阿舅呢，伫遐咧开金仔店。你讲你这金仔有摕去换现金？好啊，我着讲着公路局吼，啊坐咧台南坐个桥仔头吼，去换现金安尼吼，啊来买机票安尼。啊，伊当时留学生真趣味，足侪着滴啊，足侪留学生啦吼，大家拢坐包机。伊就讲，有钱甲坐包机，那无钱坐包机，毋是坐包机较俗，规台飞机拢留学生啦，所以较俗吼。啊，阮迄当时就坐包机，啊，从松山机场吼离开台湾安尼吼，啊，飞机飞到云顶的时阵吼、哦，非常欢喜啊，一本护照吼，啊，准备要等来垃圾桶啊吼，真欢喜哦，啊，去到美国有影等来垃圾桶咧吼。都准备袂转来啦。啊，迄阵我离开的时，我是甲我老母啊讲，啊，我五冬后就会转来安尼吼。结果我是甲骗啦吼，我去就是袂爱转来吼。啊，就是安尼去到美国吼。啊，美国的第一站呢，我是去西雅图。啊，是安那去西雅图呢？因为我申请的学校吼，伫迄个宾州啦吼 ，Pennsylvania。一个都市叫做 Pittsburgh 哈、哦，啊，咱知影宾州是美国的中北部，啊，西雅图甲洛杉矶是美国的西部，哈、哦，啊，美国的新大陆真大呢，吼、哦，迄阵咱那个无了解哈、哦，啊，去到西雅图，啊，西雅图我要去的时阵吼，迄、哦、当时我伫迄个中原大学哈，伫、哦、做剑桥的做助教。啊！个教务长是美国人，啊，我有迄个三师吼，伊讲你买西雅图哦，安尼真好，
伊有一个朋友伫西雅图安尼吼，哇，真热心甲写张批安尼吼，介绍讲你去找即个朋友吼，啊，伊会甲你招待安尼吼。吼、哦，我落地啊，摕即张批去到西雅图呢，哇，直直找找，找到伊即个所在。啊，咱知美国呢，大都市呢，拢是即个劳动阶层的人，住伫大都市，啊，即个白领阶层的吼，住伫郊外吼，一个郊区，一个郊区安尼吼。啊，伊即个朋友当然是住伫郊区啊吼。哦，我、啊、落飞机了，就伫找到咧郊区。啊，伊当时第一摆出国吼，嘛毋知影吼，三个土人牛偌大个呢。所有物件拢落落来吼，册啦、衫啦、啥物吼，是外要当时吼。啊，结果找到这所在了后啊，真欢喜啊！我电影伫个试啊咧，哇，都无反应咧，内底若无人暗暝望，哇，我讲一声惨啊咧！啊，这个皮箱当时要搁海伊底，哦，搁海伊底等于，车头毋知会当大袂嘛，毋知咧吼。有一台车，然后驶过，搁靠倒转来吼。啊，甲问讲，你要找啥物人安尼吼？我甲伊讲，我要找即个住址的主人安尼。伊讲无啦，今仔日是美国的 Labor Day 吼，美国的劳动节，全国吼，全美国拢咧度假啦，无人伫个。我惨嘛，即下要安怎呢吼？即个美国人阁真好呢。伊讲无要紧啦，你来住阮家啦。哦，即下哇，拄着桂林啊咧吼，哇，阁有所在通住咧吼，啊，落去住因家吼，啊，结果伊看我一个东方人吼，啊，如五分啊头啊，三比八咧吼，我头一暝就煎一块牛排要请我咧，哦，我一生嘛第一摆食牛排咧吼，哇，啊、牛排我著甲切落咧，哇，夭寿啊，血塞塞咧。哇，但要安怎食咧？啊，但是人会好意啊，吼、哦，我若切落去时吼，啊，挂花嘛直直吞安尼吼，嘛甲讲爱死爱死吼，好食好食安尼吼，哇，真是真感动啦吼、哦。啊，尾仔就是去参观这个世界博览会，啊，参观了吼、哦，我就离开西雅图，啊，去到迄个 Pittsburgh 吼、哦。啊，要去 Pittsburgh 的时阵吼，伊甲问我啊，你要安怎去？我讲我要坐迄个 Greyhound bus。哇，伊咧海头呢，伊讲 Greyhound bus 坐到遐吼，哇，啊五暝五日安尼，你是要安怎去？坐飞机较紧哦。啊，我迄阵毋知影咧，无迄个概念讲吼，新台了遮尔啊大咧吼。我想讲啊，你台北甲屏东啊，可能坐火车可能。七八点钟，上叫你十点钟，好无？吼、哦，毋是啊，五暝五日呢吼，啊，真正坐到到位，五暝五日，吼、哦、啊，喙齿拢肿起来，吼、哦，因为吼、哦、食无好，睏无好，啊，人拢伫车的顶悬吼，车直直走安尼吼，伊就敢若巴士站的边啊，有迄个简餐的所在，互你落来食一饭，啊，上一个便所。啊，了就继续走啊！吼、哦，五暝五日，好啊，真无简单吼、哦。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要休困一下，吼、哦，咱休困一下，较过来继续吼、哦。啊，今日立正，今日，请坐，休困十分钟。